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啊。那今天的大盘呢、啊、再度的一个大涨哈、啊。那严老师在节目里面哈、啊、那也有提醒一下投资朋友们哈、啊、这个行情啊你要看对趋势哈、啊、这个看对趋势才能够赚钱嘛。那如果说你连趋势都看错了好、啊、你去做出个放空的动作，那目前为止的话你口袋里面哈、啊、应该都还赚不到钱哈、啊。那这波的行情的话有所谓的三嘎，第一个叫嘎空手，第二个叫做嘎空单，第三个融券的部分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融资的部分还在解，好、哦，也就是融券的部分还会进行一个所谓的嘎空的动作，虽然融券不多了哈、哦，那这个也叫做三嘎的行情啊、哦，再加上所谓的第二季开始啊，包含所谓的投信啊，好、哦、在季底要做账，那包含股东会的旺季，好、哦、这些所谓的空单接近有10万张，那应该近期而言的话。都会受到一个回补的一个压力哈，这个空单的回补虽然只有10万张啊，但是对于大盘的一个走势啊哈，还是有所谓的助涨的，好一个所谓的作用哈。那注意一下电脑萤幕哈，电脑萤幕啊，在近期而言出现了一个往上的跳空缺口，好，那你如果说用这个波段的行情去看的话，这个往上走的同时啊，第一个缺口出现在底部，往上的跳空缺口，第二个缺口的话有回补。但是出现在拉回的时候，好，那第三个所谓的缺口出现在所谓的高档区哈，你如果说以所谓的缺口它的距离来算的话，好，这边的距离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缺口的一个距离啊，它是越拉越大，好，代表目前为止啊这个趋势啊它的确是往上走的哈，你不要看到昨天这一根所谓的墓碑线啊，不要用单根 K 线去解这个所谓的大盘哦。好，千万不要，你要以三根 K 线去做出个解释的话，啊，比较能够看到全貌。好，量能的部分呢、啊，目前为止啊，这成交量哈、啊、都是维持在所谓1000亿以上哈、啊。那老师必须要提醒你哦，大盘为什么还会上涨？来，注意到，来，这是今天的金融，金融股突破横盘整理，今天带量上攻，带量上攻，钢铁股因应美国。反倾销所谓的中国大陆的钢铁，好，所以说今天的钢铁股持续续强哦。你要记得之前最弱势的叫做什么金融，好，没有大涨的叫做什么钢铁，好，那这两个族群都上去了，那电子族群还是主攻部队，老师的看法啊从来没有改变。好，那你要留意到操作的节奏哈。那我们之前呢、啊、这个大盘呢、啊、涨了900多点哈，我们做出一个所谓的持股调节。好，之前在低档区买进的这三档股票，在昨天，好，在节目里面也有跟你讲，我们就先顺势啊，先去做出一个调节。好，这三档股票完全的做到一个获利入袋啊。那卖掉之后，这三档股票今天都回档啊，但是后续的一个操作啊，好，我们会在简讯里面跟我的会员来做这个说明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布局啊，低档的股票喽。好，低买高卖，低档再去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。我认为这个低档布局的动作啊，来自于你对大盘的了解，来自于你对产业的啊了解哈、啊。后面会大涨的一个股票的话，尤其要注意到苹果概念股，其中有2-3档股票都在所谓的低档区哈、啊。那低档区的股票业绩成长性啊还是非常的好，今年还是有机会好、啊、可以赚3个股本以上的一些所谓苹果概念股的话，你要注意哈、啊。那这个所谓产业的结构，从之前的我们看到台积电它大涨。好，日月光细品有没有反应？有反应。好，那晶圆代工封测都反应了， PCB 族群的台骏有没有反应？也有反应啊。触控族群呢 GIS 啊， GIS 的话今天我们看到投信的买超551张，好，代表说目前为止三大法人投信做账的行情啊有机会，好，在这个所谓的3月初好会持续发动，一直到3月底好这个做账好应该都是持续的做出一个加码的动作，机会会比较大哈。那严老师的操作节奏哈，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哈，我们特别重视所谓的产业基本面的一个研究，
好，什么样的股票，什么样的产业面，它是属于一个产业的主流，什么样的产业在第一季到第二季它的营收会成长，甚至未来的主流一个产品，我们都注意到这个产业的结构的一个变化。好，那不是着重在所谓的技术面，底下老师会 举例子给你听哈。产业结构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为什么最近小英呢、啊？他访问了生技股，啊，生技族群，今天又参访了所谓 IC 设计啊，十家公司，因为他非常知道清楚这个产业的结构。好，生技是不是主流？是嘛？好，那所谓的 IC 设计呢，也是嘛？哈，那就所以说这个顺序啊，不要搞错。最后一个才叫做所谓的筹码面哈，那今天有这个机会让各位来预约我们的飙马股，好，今天会开放十个名额，好，今天会开放十个名额哈，那我希望我们都是看准了以后再出手，好，我们都是看准了以后再出手哈，那今天要跟各位讲到一档股票，好，为什么今天要讲？因为我们不要马后炮，我们一定要事先告知，好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节目上面可以验证，但是严老师的会员对于这档股票，我相信你有没有买，你买的张数够不够，你心里面很清楚，来验证一下吧。来，这档股票，来导播拉近哈，让大家看详细一点这档股票。来，今天在早上的9:25，好，拉到所谓的涨停板，在收盘的时候一样，好，一样锁在涨停板。电子股里面的王牌中的王牌，好，那你要注意哦，业绩现在公布的业绩是成长性哦，好，那未来的展望要寄望什么？这张股票是做所谓的面板设备测试的哈，它主要商机啊集中在所谓的中国大陆，那中国大陆目前为止啊6.5代厂也好8.5代厂也好，总计啊从所谓的上海好沿着往北走。好，看到所谓的啊，这个所谓的商机啊，面板厂的部分啊，京东方也好，好，总共啊最少还有10座。这10座里面的话，如果说面板好持续扩充4K、2K 的一个商机是未来的主流，那所谓的面板封装测试这个商机，好，近5年来应该有接近20亿哦。那这家公司在所谓的利多题材加持之下，好，今天的股价在早上9:25直接拉到涨停板，我相信在早上这个半个小时之内啊，你都有机会布局，你都有机会布局，你可以轻轻松松从容不迫的跟上我们的脚步，我们一起来赚这根涨停板。好，一根涨停板10%，好，并没有办法帮各位做到一个反败为胜哦，但是如果说这档股票明天持续的大涨，持续的跳空，好，那10%再加10%就是20%喽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要事先预告哈。那到底有没有证据嘛？啊，操作讲求证据，买卖讲求证据。好，这通简讯，严老师愿意负法律上面的责任，告诉你，包含会员等级，包含这档股票的代码，我们在这边诚挚的恭喜严老师的会员，恭喜你涨停，也狂贺。好，但是来导播拉近哈。我们要告诉各位啊，我们这档股票目前为止持股虚报，好，不公开的原因就是说，我们的会员目前为止在这通简讯里面，好，那这档股票持股虚报，我也希望说借由这档股票能够改变大家哈、哦、操作上面的一个习性啊、哦、这档股票是属于弱转强哈、哦、也就之前啊虽然创新高弱转强拉回之后，今天一样出现了一个买进的讯号，由这档股票去挑战前高，甚至持续创高，我相信这个财富啊就有办法啊分配到严老师会员啊。那每一个人机会都是公平的，我也相信啊每一个人啊都有机会买到这档股票。好，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，不是说你买到这档股票你赚了钱，你赚了一根涨停板，也不是这样子哦。我希望借由这档股票改变各位的操作习性。操作面一定要从基本面去做出个着手，好，技术面转强，你看到了今天技术面转强已经来到涨停板了，除非你真的很了解它，除非你真的很了解它，不然你不会去买它了，好，你绝对不会去买它。那我们今天老师刚刚讲过，开放前面10位啊、哦，
前面十位你对严老师这档股票只能做不能说的这档股票有兴趣的，你有兴趣的，今天这个名额给你十个名额哈。那这档股票是属于电子股的一个低价啊小股本的一个电子成长股哈，它是做所谓的面板设备，面板测试的商机，近五年的话应该有20亿哈。那你要特别留意啊 ，LTPS 的话 ，PHD 啊是属于高画质的，高画质的话，目前为止啊毛利率比较高。进来你又看到了，啊这家公司叫 NJC， 好，它做出一个技术转移，这个商机啊，好也会产生哈。我们在这边没有帮各位画上任何一个箭头往上，我们会在日后的节目里面每一天，每一天，啊会跟大家来验证这档股票，好，我希望你赶快，好拿起你的电话，好，那你之前来拿资料的哈，我相信你应该啊哈。应该都有拿到这份资料嘛，我们的私房菜哈、啊。那你拿到了这两档股票，老师要问你一件事情：你五亚第五倍，你目前为止你账面上面应该每一个人都是赚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档股票都创波段新高。好，但是老师要跟你讲，是要从题材基本面去着手，题材基本面去着手，月营收成长。产品增温，包含一月份营收年增的部分，产品渗透率拉高，有机会股价三级跳，这个就是所谓基本面的消息，它绝对会领先技术面，所以说有些股价好，你要事先的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哈。那我们很少开放给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哈，这个所谓的啊名额，但是老师今天要讲，想赚钱，一切都是机缘。好，你看到节目，你认为你跟李老师有缘的，好，那今天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哈。那这档股票明天一早上，你在名额以内的，你在名额以内的，严老师会亲自打电话跟你讲。好，我们只有开放前面十位，明天想要测试这档股票的威力的，好，麻烦你先行打电话进来预约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好。千金可买早知道，跟对人，你也可以早知道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顶级尊荣 VIP， 买一送六八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即刻起限时回馈168，速洽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严斌医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多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大家好，我是诈骗集团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、啊。高佩佩，你涉及的洗钱案，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，赶快把钱汇进来。假装拉你撒撒娇啊！把游戏点数用来传给我，我们就可以见面喽。是不是很容易啊？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。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，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。钱如塞，你被我骗过了吗？1-6-5-5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，关心您呐、啊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长期收看严老师节目的哈，你都知道严老师在节目里面哈跟各位讲的，好就是股票的基本面
好，基本面去做出个着手，能够知道产业面的一个结构，知道哪一些股票啊，它是所谓的产业的主流。好，之前跟各位讲过所谓的网通的族群啊，包含智易啦，啊，智邦啦，智金啦，好，有三个字的啊都大涨。那近期大涨的包含所谓的兆赫啊、重奇啊，这个都是因应啊所谓的4G 到 5G 啊网通大数据的一个商机，使得业绩成长。好，使得业绩成长，所以的股价啊，它比较容易有表现哈。那日后的一个大盘走势的话，之前严老师在节目里面有预告过，有预告过啊，这个所谓航运类股啊、塑化类股啊开始转强了。好，今天老师再跟各位先行预告哈，来注意啊，金融类股今天正式出现一个突破的讯号了。好，那要注意到哪一个叫银建哦？哦，银建族群老师很少讲。好，明天应该会切入一档银建股哦，银建股老师会切入一档股票，好，你有兴趣的话，你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哈、哦。那银建转强了，啊，之前最弱势的金融也转强了，那你说这个大盘会走空头？这个大盘涨了1000点呐、啊，还有的老师从这边开始喊，一路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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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到这边，叫你去放空，害人不浅，害人不浅呐、啊。自己功力不行啊，就不要说自己啊多厉害，明明是一个多方的行情，他就跟你讲赶快去放空，赶快去放空。好，举一个例子啊，来看到这边，你选择多方比你努力要更重要嘛。好，电脑萤幕来再看一次，你选择是多方啊，啊比你啊对不对努力要更重要嘛，为什么要去做空？看不懂行情啊！啊，来看到这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啊拿了一根香蕉啊，还有一条金条啊，他给猴子啊去做选择啊。这个猴子啊就选择了香蕉，因为他不认识金条嘛，他认为香蕉啊最重要，他不知道金条啊可以去买很多的香蕉。好，希望你不是那只猴子啊啊！那同样的，你的老师啊拿着金条用骗的。跟所谓用智慧啊，请你来选择，好，那你选择的金条，你认为金条怎么样？哇，价值很高，但是你不知道智慧啊，你真的有这个智慧，看得懂行情的人啊，他可以换更多的一个金条，好，所以这个选择啊是非常重要，好，台面上的老师嘛，有人喊多，有人喊空，老师都非常尊重，好，个人选择，个人自由，来看结果，你认为是多还是空？你认为就好了啦。从这个位置区开始起涨两个月了，你两个月都去放空，你探五级哦，你真的赚得到钱吗？啊？老师会带你去放空这档股票，会被嘎上去吗？不会嘛。啊，你要做多，你要做多，啊，老师叫你做多嘛，啊，明天再跳空涨停的话，我这边会打开。好，给你来验证一下，好、哦，老师就是那么率性的、啊，好、哦，打开给你看没有关系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一根涨停嘛，明天来看看嘛，会不会有第二根、第三根、第四根嘛？我相信这个就是啊、哦，事先讲，不是马后炮，来，好，重要的股票、哦，好，主流股，最有机会成为主流股的苹果概念股，老师有讲过，尤其要注意这档股票，FGIS， 好。这个官话讲说主动矩阵是有机电，白话讲做显示器，啊，听得懂的叫做触控面板的、啊、哈、啊，是不是主流？你认为是不是？涨5%，老师，我怀疑哦。涨10%，老师有机会哦。老师啊，涨到20%的时候，你认为怎么样？短线上面涨20%喽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哦，好、啊。一档股票短线上面涨了20%，来，啊，你认为嘞？你认为啦？短线上面涨20%，啊，谁在买？今天投信买了551张，买了551张，啊，这档股票我们不会公布，啊，你自己就慢慢看，喜欢验证的就慢慢验证，啊，就跟之前啊623的一样，老师啊。好像都不会动，真的不会动吗？
啊，有没有提醒你啊？高精度啊，晶圆研发测试啊，一样做测试的。啊，跟你讲到探针卡 LED 的设备，你就懂了啦。这边跟你一讲，你大概就知道了。可是你要来得及买哦，哦，老师还提醒你哦，拉回早买点哦，买对主流就赚大钱哦。啊，群联8299的群联，啊，也跟你公布了哈，这张字卡应该很熟了哈。来，恭喜发财第一次，来恭喜发财第二次，好，这都我们操作过的股票了哈。苹果概念股里面还要注意一档股票，来可成，好，看到这个图形，你想到什么事情？老师啊，有可能是所谓的低档跌升了以后反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选项。那第二个选项，啊，那就低档区具有所谓的投资型的价值，这个波段的行情开始启动。好，你在这个地方啊，你都在猜猜看，因为你看不懂嘛，看不懂基本面啊，你绝对是猜猜看。啊，我们的会员呢，啊，很幸福，来有这一张胜券日报。这胜券日报，啊，老师把可成啊所有的消息啊加以浓缩，告诉你啊后面应该会怎么样。最有机会怎么样？来，导播拉近，看这边，最后一行跟你讲，有机会怎么样？走所谓的 APC 啊，三波大涨啊，来验证一下吧。啊，投资朋友们非常喜欢验证啊 ，A 波上涨 ，B 波修正 ，C 波怎么样？好，这个答案你都会了啊。这波浪理论是最基本的啦。来，再一次好了 ，A 波上涨 ，B 波修正 ，C 波怎么样？老师啊，还有延伸波，好，哦，这个叫初升段。如果趋势没有改变，还有主升段。对，你们都会讲，有没有去做？你有没有去做动作？有没有去做对的动作？对，你要做对动作，不是只做动作。你买这个股票也是没有用哦，啊，哦，你不是买这支，你买别支你是没有用哦，啊，哦，过年前的红包有打电话进来的人，你都知道，老师说招待不周。啊，哦，招待不周，啊，哦，红包福袋，来，啊，哦，来看到这边哈，哦，整理形态一个月结束之后，弱转强，拉回找买点，该出手就出手。我相信这档股票出手三次哈，哦，你回家自己看一下简讯呐，啊，哈，哦，你回家看一下简讯，应该都很清楚哈，哦。这个简讯不实啊，虚伪造假，好，哦，要负法律责任。第一次。1月30号，好，价差30块，啊，愿意负法律责任。第二次，简讯内容不实，也愿意负法律责任。第二次价差10块，啊，第三次，啊，一样，负法律责任。你的老师啊，会跟你这样子讲吗？我想从来不会。啊，耗底，终于套牢了，对，没有关系，失败了一次，你还可以站起来。严老师买的生技股，唯一一档的股票有让你套牢吗？来，有让你套牢吗？这张股票叫西药买卖的科茂，啊，封关的红包，后面连续大涨，来，有没有获利入袋？老师啊，你讲证据哦，哦，啊，我们不会虚伪造假，你自己对一下，啊，你自己对一下，老师在节目里面讲很久了。好，你操作方面你就是以三档股票，好，你不要买一大堆股票。如果说你的股票买的越多，你赚的越多啊，那老师也同意的哈。问题你买的股票越多，你不见得赚得到越多啊。老师策标没有改变啊，好，一年365天很少改，持股3档以内，你参加老师的会员，你不可能超过3档。好，你按照简讯来买的话，你不可能超过3档。我们就严格控制好这个资金呐，啊，啊，那看准了以后再出手，为什么？提高各位的胜率啊！所以说操作要有原则啦，好，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师啊，他没有办法帮你赚钱呐，啊。好，我们会员持股就3档，啊，会多一档吗？不会啦，啊，那如果说你手中股票有套牢的哈，啊，老师先讲哈，啊，股票套牢了没有什么，啊。那有些股票还会再涨，有些股票就不会涨了。好，你要去买哈，买这种会涨的股票，不要去买那个不会涨的股票。那今天当然老师开放了10位，啊，
因为我们人力也非常有限的哈，电话拨打的速度，每一个助理就只能服务两位，我们有五位助理，五位特助，好，我们就服务十位，好，这个基于这个服务品质啊，我们一定要维持哈。今天赶快拿起你的电话，我们限前面十位，你电话拨得越快，这份资料，明天有买点，我们服务人员会亲自通知各位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千金可买早知道，跟对人，你也可以早知道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顶级尊荣 VIP， 买一送六八。韵达投顾严老师，即刻起限时回馈一六八，速洽02-2781-0909，27810909。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0909。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，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，平均月付350元，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、高收视率频道，通通有，再送数位机上盒，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0809-096-111，早鸟申办更多优惠哦。老公，嗯，又在找房子了？对啊，不然等投资客来坑杀，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壳蜗牛。别担心，报纸上说房地合一课税新制要实施了，以后投资客要交很多税呢。房地合一，105年1月日起，不动产的交易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，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来计算所得，课征所得税，房价就不会再。